最近的确有因为这个羽毛球的爱好者比较多，那因为害怕有眩光，所以营运单位哈在这个五楼的球馆哈增装了这个灯光工程。那灯光工程刚完工，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很客观的查清楚哦。就这个被吃到了，因为大家觉得不妙，就先整个下来。昨天第一时间我就到现场去这个查看这个情况，那主要是天花板的这个隔音板跟天花板的轻钢架掉落，那我要在这里向这个受到擦伤的民众以及有在运动中的民众表示最深的歉意。那我想这个运动中心已经使用一年，那类似的这个设计在卢竹运动中心也有，那我们会请这个轻工处和包括体育局，我们会去透过现场实勘有这个相关的工程师图去做比对，那主要是天花板工程跟最近完成的灯光工程是不是有这个任何结构上的损坏，那我会用很客观的态度查出原因，那查出原因之后才会进行修复，安全原因才能够恢复再使用。市长，可是因为现在包含网友甚至国民党的议员是不当的与这个新竹的球场来做连结，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太恰当？这个运动中心其实已经使用一年了，那最近的确有因为这个羽毛球的爱好者比较多，那因为害怕有眩光，所以营运单位在这个五楼的球馆增装了这个灯光工程，那灯光工程刚完工，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很客观的查清楚哦。这个地震会当然会带来摇晃，那为什么会这个断裂？这原因在哪里？会查清楚。那因为类似的设计在这个其他运动中心也有，不过因为这个巴德国民运动中心是最近加装的灯光工程，这个是营运单位来负责施作的，刚刚完成，那我们会查清楚。谢谢，真的谢谢。来，请。掉下来！哎呦！就这个被吃到了。因为大家觉得不妙，就先整个下来。